每次提到更年期，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妈妈们的年纪，对吧？不不不，大错特错，更年期也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，甚至在40岁之前，这种情况被称为早发更年期。在这之前，什么是更年期？更年期是指女性体内的卵巢停止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一种情况，同时也标志着女性生育期的结束。导致更年期提前的一些因素，其中健康问题、精力压力和抑郁、饮食营养不足、不健康生活方式，以及家族有早发更年期病史，你知道吗？蜂皇浆有助于增加激素分泌，提高男性生育能力，还有提高女性怀孕能力，因此特别为你推荐 WILL 3特级冻干蜂皇乳。这是我们最好的证明之一，